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马桶的逗逼狗声。刚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那个丢丢还有小黄剃完了，小黑剃不成，藏起来了。现在该给马桶剃了。刚才剃的时候马桶各种捣乱，我也没有拍视频，因为太难搞了。我们两个人一块给他剃的，现在就看马桶的了啊，马桶会不会好搞一点？来，先剃毛，剃个脚毛，给大家摁爪子印呢。慢点慢点，好嘞，慢点，哎，好，来剃吧。哪个脚？随便哪个脚都行，就剃一个就行。完了，弄不住吧？没事。反正是丢丢是最好剃的，丢丢我一个人都给他剃了，也忘了拍视频了，没拍。小黄也比较好剃，也没拍，一会儿就把那个小黑的给大家看能不能拍一下，估计难，因为要俩人一块儿摁着他才行。这个，哈哈，马桶，我去，跟上刑的一样，一定要给他剃脚毛，因为我第一次的教训就是，第一次我们刚开始紧张，没有给他剃脚毛，都更浪费了，因为全花了。唱戏呢？大家听马桶唱戏吧，我不说话了，不唱了。我那怪声，你哼你啥呀？你别唱戏啦！你别叫啦！你让他叫吧，这叫的可好听了，叫的可好听了。小心，他胳膊别给他弄折了。杀猪了啊！杀猪没事。小心，胳膊别给他掰折了。马桶，我天哪，他那个叫声把我给笑死了。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摁个脚印太难了，因为我们要把毛先给他剃了。要不然摁不出来，像打仗一样。好了，小黄和丢丢都剃好了，看那个脚，小丢丢那个脚。好了，停。哎呀，速战速决，我天。抓住了，小黑一会儿还要你不用叫，给别人剃的时候你叫，给你自己剃的时候你为啥这样？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我去帮忙了啊！真咬哟！他那个脚，他估计跳到那个草丛里扎的了。
又得从头开始。哎。